稍微比较窄一点点，所以要麻烦大家小心一点，要小心哦。那么这边有多少人呢？我都好烦，我说你去赚钱好不好啊？他说缺钱，他说我都已经七老八十，你努力你去，叫我去。我说有，我已经排满。前两天刚好公司有个新产品，叫那个红梨乳铁蛋白，反正也是一个保健食品。然后他说不然我们一起代言，我说好啊。然后就说要找一天要合体拍那个宣传照这样。然后我就说好，那你什么时候 OK 这样？他说哦，我五月哈几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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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 OK 这样。我说对不起，因为我五月现在只有一天有空，请你配合我的时间。好大牌哦！没有，就是对他而已啦。然后他吓坏，他说怎么可能？他一直看我 schedule， 我说这样你看，我只有昨天一天是空的。但我觉得现在女人无敌。他没有，他怎么可能？他对啊，你们来还不就为了他？我很关心你啊！谢谢你们关心，我也爱你，我也爱你。差不多一个月啦，因为才刚，其实就是零确诊之后才开始比较解禁嘛，大家会比较放轻松，对，但是当然还是不要松懈了，所以还是会叫大家戴口罩啊什么，基本就我们的行业没有办法戴口罩。我看耿如戴口罩出席，我真的是觉得太可爱了。耿如他出席一个精品，然后他是戴口罩出席的，对，我觉得太可爱，对，但是保护艺人是很好的。房东好像就是有因为这一波疫情，就是下，就是把房租下降一些吗？这个鸡蛋花是一个很棒的东西。为什么欲言又止？是，对，因为真有其人，我会压力很大。对，算了算了，不要聊到别人好了。对，鸡蛋花这个项目，我好害怕。所以你今天介绍的产品哪一项是你最常会使用的？最常会使用到当然是它，因为现在真的比较少出门啦，就是工作也都香香的还好。但我平常每天都是用这个，然后我其实有点头夹包，我会把沐浴露装分装到洗手台，所以我也可以洗手，然后也会有同样的香味，然后在洗澡的时候也会有同样的香味。那我觉得它很特别，你们有试用了吗？你们试用看看，因为它前面是柠檬跟那种依兰这种比较清新的、比较少女的味道，可是洗到中间之后呢，才会变成鸡蛋花的香气，就变得越来越淡雅，越来越气质。到了隔天，因为它是沐浴露嘛，隔天早上起来会变成檀木哦，会变成木头的香气。我很喜欢这一个。那这一罐的话，因为它织品，其实各位在奔波的大哥们，这罐阿姆西公金贵，买回去你整身躯都会香喷喷，因为这是喷衫。破裂安全帽，阿哥五弟的包包弄一档烟哎，所以呢，吃完烤肉或者是骑摩托车载着很重的器具，很累，汗如雨下的时候就可以喷一下，都很香。然后呢，这两罐是纯粹是香哈、哦。再来介绍给大家这个扩香，我也觉得不错。扩香呢，它竟然有消臭的成分，就是讲恁家若是有一个粉色。整天都臭噗噗，就把这罐放在那裡就很香了。你只要拿两支那个扩香棒就会很香了。有老婆，老婆爱你；有女朋友，女朋友爱你；都没有没关系，妈妈很爱你。
这个可以带回去。所以这三个是我自己最爱的。那最后的这个是衣物香氛，你的衣柜如果没有门其实就也没关系，但是就是说有门的话会有一种闷味，因为台湾很潮湿，就可以挂这个香氛袋，持续30天，价格非常划算。转行叫卖了，有在想要不要去做直销？没有。对啊，嗯。所以另一半喜欢脚味道。你看，开始了吧？哎，是我的人生。香水啊！我跟你讲，香水这种东西就是你自己喜欢最重要。如果是为了任何其他人而努力的，都是虚无啊。所以会买香水给另一半？我没有买过香水送人诶，老实说。嗯。有没有很令人失望？真的，对啊，哈什么哈？对啊，我觉得香氛其实是很个人的，但是像我刚刚在说的，就是嗅觉跟听觉真的是那个你没有门可以把它挡起来嘛，所以真的等你发现的时候，真的都已经来不及了。听到难听的歌，听到不好听的话，闻到不好闻的味道或什么都来不及了。所以不要当那个发散出就是不好闻的味道的人，所以身体要香香的。我觉得这个是可以随身都带在身上的东西。那另一半的味道是什么味道？我也不知道哎。我觉得男生呢，男生喜欢什么样的味道？我觉得男生身上就是要干净，男生身上有一些怪味，我自己没有很爱。嗯，我觉得男生身上就是干干净净的，然后有一点鸡蛋花还不错。就是香香的，但我觉得也不要太重啦。哎呦，你们会不会听我讲我爸听得很烦？不会啊，我想听。好，因为他只要搭过的电梯，我都知道他搭过那一个电梯。因为他的味道，就是他的味道。他的香水，以前是香水古龙水的味道，后来就变成雪茄的味道。哦。对，然后我就觉得哦，这味道好重哦，这样。那有一次打开，我没有闻到香水，也没有闻到那个雪茄，但我非常确定他刚好搭电梯，因为他忘记把冰狗带出来，冰狗在电梯里。你怎么在这里啊？然后赶快把他就跟不上，然后门就关起来，他就自己就走了。然后 Bingo， 因为我这是刚好，因为我们一起录完影，然后他是我们停不同层，所以停下去他先上去了嘛。结果电梯来就打开 ，Bingo， Why are you here？ 然后他也一脸就，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在这，然后赶快大家姐姐带你回家，姐姐带他回家。我家就常常会有这种流浪记，我想刚刚没有发现吗？他会忘记啊，因为有的时候冰狗住我这，有时候住他那，打开我还没闻到味道，就知道我爸拿过台电梯，说厉不厉害？对啊，冰狗你好，喷鸡蛋花香啊，才不会被忘记，对不对？好笑，好久没看到这么多人哦，我都害羞了。最近做一些饮食的调理，有做哪些事？哦，我已经好久没有吃到有咸的东西了，全部都没有味道，所以就是很难过啦。因为我昨天晚上还在想要吃拉面，然后想要吃烧肉，想要吃火锅，什么都没办法。那现在就是先控制住这样子，然后都没有味道。哈？为什么会突然做？其实我觉得是为了健康哎，但这聊下去，我们这个访问可能要走2个小时，就是各种荷尔蒙的调整啊，或者什么。其实我觉得主要就是让自己的身体回到一个轻松的感受，所以我现在就很认真的在把水量一定要喝到啊，哎，我一天要喝4000cc 的水，你知道有多吗？喝到面无表情，就让眼神死的喝水，因为真的好饱哦，你只能一直喝水，然后。当然有吃饭，有吃什么都有吃，均衡，可是量都有被控制住这样子。嗯。那喝那么多水，为了上厕所，找不到厕所问题。哇，这个延伸超远哎！我想一下，好像还好，就是我膀胱还蛮大个的。不会啦，还好，但是确实上节目之上就是上工之前，我都会先不喝，不然就会整个很尴尬嘛。然后一结束立刻喝水，然后喝很多水，然后赶快希望在下一场上去之前赶快去厕所把刚刚喝掉尿掉这样子。对，你们真的有关心这么细密的问题吗？真的，你们都还会有一些水肿的问题。哎，我跟你讲哈，喝越多水越不会水肿，你不要喝到水中毒就好。就是你喝越多，其实排得越快，然后你身体循环快，你越不会水肿。
对，因为我们平常吃的东西真的都太咸了，钠含量非常的高。那顺便这边给大家微教一下哦，各位如果想减肥呢，就喝的水量是你体重乘以50cc， 你就一定会瘦。一定要喝到50cc 哦，就50乘以你的体重，然后这时候就会有人谎报体重，有没有？没关系，你不用告诉我，你自己算出来，然后你就要喝到那个量，你就一定会瘦。是因为喝水就喝饱了这样？其实不是，是水那个水量真的可以加强你的代谢，然后把身体里面多余的水肿跟盐分都洗掉，你一定会瘦。嗯，那你喝不下去，你会加一些？我会哭。然后拿着那个超大1000cc， 我还有1500的跟1000的，然后拿着，然后就一直哭，想我真的很不完怎么办这样。但就会加一点柠檬片啊，加一点莓果类的啊，然后把它喝掉这样子。需要喝到吗？嗯，那个不是乘以我的体重，那是因为我现在正在调整我的饮食，必须喝到4000cc。我差点被你骗去了。我现在回去是不是写除以50这样？吴珊如胖到爆，也没多胖。没有没有，是因为我在调整，所以我现在必须喝到这么大量的水。但正常人不用，正常人乘以50cc 就足够。有因祸得福，就是瘦下来一些。我瘦蛮多的，你看不出来。瘦多少？10公斤有吗？就说了讲话比较不好听。没有到10公斤，我瘦10公斤，我到底原本是有多胖？10公斤？没有啦，我大概这四天就瘦了2公斤了。啊，4天2公斤，对，但是饮食真的要控制啊，所以蛮辛苦的。嗯，所以不是鼓励大家这样子瘦，一定要看营养师或者是看医生，让他们帮你安排或什么。所以你原本多少？我原本大概50，我现在48。怎么样？很诚实吧？吓死你了吧？但我身高172，硬讲，硬要说一个谎话。上次我说172，然后还很可爱的店员，他说我好喜欢你哦。我说对啊。他说你好小只哦。我说真的吗？我172哦。然后对啊对啊，看得出来。哇塞，你也太愿意骗我了吧？我真的没有那么高。然后他就说有啦，你比例很好。然后我说谢谢。很可爱，不觉得吗？我会讲场面话。还有什么要聊的？你们都没有问问题，你们要问什么吗？想问一下，就是夏天明天的天气，就不知道哈。夏天如果说就是流汗啊，或者身上一些味道的话，你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去除？身上流汗哦，我不是很会流汗的人，可是如果真的身上流汗了，当然第一件事一定把它擦干净嘛。我觉得酒精是还蛮能消除异味的，但是不是叫你就是你知道狂抹酒精在身上，所以某程度上有些有含有酒精的香水是可以盖掉这个味道，但你反而很天然的香水是没有办法的。那最好的状况就是把身上的汗当然擦干了，然后再喷一些香气在自己身上。那我自己是不太喷香水在身上，我是喷在那个衣服上的，所以我的香水是由内而外喷的，所以我反而会在胸口这边喷，因为这里还有颈子后面的温度很高，所以会让你的那个香气持续的比较久，然后味道也比较舒服，不会很强烈，或者是很好像把人家吃掉的那种味道，所以我自己会用这样的方式让自己身上都香香的。嗯，对，你们都好安静哦。对啊，你还好吗？你一直带着笑意看着我，可是你都不讲话。What's wrong with you？ 他还是不讲话。OK OK， 对你感冒是？没有，只是来交差。对。OK。好诚实。他也跟我说，对。那你有偏爱哪一种香调的味道？我跟你讲，我最兴奋就是因为鸡蛋花，本来我会觉得说感觉太女了，然后好像有一点不熟悉的感觉，但是因为它柔和了茉莉还有柠檬，然后尾巴有木质，所以它会稳下来。我是真心的在喜欢这个味道。然后我自己买的香水或是香氛味道其实也都是偏木质，然后加一点点茉莉跟花香。我反而不是喜欢甜甜的那种味道，所以以清新的为基准。那清新的味道其实大部分人都会蛮喜欢的，所以我觉得他们很聪明，选了这样子的味道做调配，然后让不管前中后的味道都让大家有选择。嗯，那你有说过不喜欢味道的香水礼物？我是真的很少在收礼物，即便有也是厂商送的，我们就别说了。谢谢。
谢各家厂商送给我的各种礼物啦，但是其实很少啦，因为大家都很聪明，他们都会做试调，基本上试调出来的不会错到哪里去。有收过男生送的香水？哦、你真的想聊这事吗？其实真的也没有，但是我本来也就是不太爱收，尤其是男生，我不太收男生礼物的人，所以我其实我不是说收男生礼物不好，是我自己没有这个习惯，所以每一个什么节大家都来问我，然后我的答案都一样，大家都会超失望，然后我就说，可是我真的没有在收礼物，但我很喜欢收卡片。那有收过很烂的卡片，就是外表很漂亮，然后打开就是那个卡片原本印好的 Happy Birthday， 然后没别的了，然后我想说，哎，是忘了写吗？那他说我签名啊，我就是有这种男生，那这种男生我就会哎，谢谢再联络这样。就会觉得没什么诚意，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送礼物，诚意还是最重要的。嗯，所以另一半都是会亲自写卡片的。对不起，你说什么？说另一半现在都是那种会亲自写很心意。我觉得还有一个重点，就是如果这个男生很爱写卡片，然后字很丑的话，那就我觉得男生字要好看比较重要，所以他字很丑。身上要香香的，然后字要漂亮，又要会写卡片，那我跟女孩子交往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我觉得我挑剔的点绝对不是这些很外在的东西啦，就是舒服、干净、相处的开心就比较重要。嗯，所以我应该会给他那个香氛袋，至少他衣服都香香的，有一个鸡蛋花香，而且依兰依兰是恋爱的味道，你们知道吗？依兰依兰精油去外面千万不要乱摸。会有一种荷尔蒙散发的感觉，然后会不小心爱上按摩师。催情？我是认真，除非他用的是假的依兰依兰，他如果用真的，他是催情的精油。所以尤其是女孩子们，你可以，你就随便这里抹，不要紧。但女孩子要小心，因为它会让你有一种恋爱感，然后就会很喜欢这个按摩师这样子。就是之前上一些精油课的那个老师跟我讲。其实过了一个疫情，你们变得好冷静、好安静哦。你们有吗？没有啊，我现在都在乱聊了。算，没有关系啦。其实没有关系啦。看到你们我就好了，我们也是可以在深谈啊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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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书卖得很好，可以吗？恭喜恭喜，谢谢谢谢。现在考虑出第二本。不用，发乎于情，止乎于理。好想出第二本的时候就打自己手，说你给我闭嘴，安静一点。这样就可以了，对，这样就好了。因为第二本应该会不知道卖得蛮烂的吧？谁知道？因为第一本大家好奇嘛，那好奇多多少少有冲上去。那其实写得好也是真的，后来就有持续一点点，但也不知道能不能真的把这样的才华延续到第二本。然后我就会怕啊。那如果真的有机会，我就出；啊，如果真的卖不好，我也就是心无挂碍。那我就不知道到底会不会出，我现在是很害怕。出版社今天早上传讯息说写到哪啦，那我就说还没开始写。你在出你第二本哦？对啊。哦。所以我很害怕，恐惧。对，然后他们就说，那你就写跟恐惧有关啊。写什么？跟恐惧有关吗？哎，那我要把你们名字全部都写进去。怕我们写不写？我们是说对你很好吗？对，你们真的对我好好，谢谢，真的真心感谢。都认同，都认同。现场有需要手语的朋友吗？书里面有写爷爷奶奶前阵子不是也是被提？哦，对哦，对啊。看我的新闻小到我自己都忘记了。对，其实很多人把它就是讲解读成我很用力的在反驳。其实没有，我只是说，哎呀，称谓这种事真的是我家的事，不该你家的事。我的意思是这样，但人家说看起来好像我说称谓这种事真的是我家的事，不该你家的事，没有这么强烈，就是他其实就是一个啊，不要吵了，因为我讲完我的故事，结果底下的人吵起来，他们吵到我怎么阻止都没有办法，然后他们越吵越长串嘛，我想说真的不知道吵成这样，我才另外写一篇。没关系，我书里面本来就有讲了，就是我们家是反过来叫的，那也没关系。然后大家就开始还是会有一点争论啊，对啊，
因为有些人会用可能开玩笑的方式说，哎，那个写错了，请更正或什么的。然后底下人说，凭什么叫他更正？他叫什么？又没有关系。然后我想说啊，对，然后我就说啊，不要吵，不要吵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就是一个对不对，很无欲无求的人，就随便啦，随便啊，你喜欢叫阿公，你叫阿公 ，OK OK， 你叫都可以，都可以，阿婆阿婆也可以，都可以，反正我只是习惯，随便啦，都可以啦，对啊，那个事情就算了啦，没关系，对，而且他们也都走了，不然想怎么样？就他们都走了，我也没有办法改变那个称谓啊。嗯，你们家是不是也有在动物声？对，你有玩吗？你讲的这么不顺，你一定没玩。还有动物。你有玩哦？哎，你说谁？动森，动森，你有玩？你玩到哪里了？你有抓到狼蛛了吗？有啊，好佩服你哦！我看到狼蛛，我吓死了，想说这要去哪里？然后一直按不到我的捕虫网，然后弄坏，我就赶快再跑回家拿捕虫网出来，它就不见了。你要去？哎，现在认不认识？回答，不要浪费人家的容量。接下来是动森的部分，谢谢。对啊，有啊，最近在玩。偷偷玩打电动嘛，可是打电动打一打又觉得自己好不争气哦，应该要去看点书什么的，放下去看一个小时的书，再回来玩一个小时的动森。可是现在工作又比较忙，所以就变成装法时间打电动，然后一边吃营养餐一边打电动，一边实在蛮忙的。那有加哪些艺人好友的？没有，刚刚有访问那个，我有试图要加那个陈琳，然后但是我很不好意思嘛，我就说你也有玩啊？他说哦这样，然后我就没有那么加的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很害怕。然后我想算算算，不要影响到别人。对，反而是可能常上节目的一些艺人朋友们，他们会说你有玩哦。我说对对对，可是我很弱啊。然后他们就说没关系没关系，你加我，然后我送你斧头，送你铲子，送你那个我最近拿到一个太空罩，就是那种造型衣服的，我就很开心。我的娃娃一天到晚都戴一个太空罩跑来跑去。对，但就是还很弱啦，那商店也还没改，然后卖花的才刚来，到底在干嘛？你嫌我弱？对啊，反正就没有艺人朋友，现在只有我妹一个朋友，很悲伤。对，聊完了，耶、yeah! ！谢谢你们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、欸，你可以回去交差了。谢谢。要不要带一罐回家？很香哦。真的很敬业推销哎。我敬业，尽量啦，尽量。而且这个还不是厂商给的，这是我服装师找到的。设计的花。对，不然厉害吗？我说还好，他没有出什么霸王花系列，谁找得到啊？妈呀！好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辛苦你们了。